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审美观。那么，除了这个人的外貌，还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咱们对他的评价呢？对，是他所穿的服装。今天就要带大家去认识一系列表示衣服的单词。爱美的观众，请你们注意了。首先呢，我们先引入 cloth 这个词，字母 O 读作 O。th 发音是丝，这就是 cloth， 表示用来做衣服的原材料，那就是布、衣料、织物。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我们要表示一块布，就要说 a piece of cloth， a piece of cloth。 各种颜色花样的布料经过剪裁和组合呢，就做出了人们身上穿的衣服。衣服就是clothes， clothes， 这是给单词 cloth 加上一个表示复数的后缀 es 就可以了。许多的布组成的就是衣服，注意这里的字母 o 读作 o， clothes， clothes， 服装，还可以指我们床上铺的被褥。clothes 这个词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它指代了所有种类的服装。它有一个同义词，那就是 clothing， clothing， 就是给布匹 cloth 加一个名词后缀 ing， 它也可以表示服装、被褥。衣服的种类五花八门，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表示方法。下面呢，就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男士一般工作呀，都要穿衬衫打领带，男士衬衫就是 shirt， shirt。S-H-I-R-T shirt， 跟男衬衫相对的当然是女衬衫了，这就是 blouse， blouse。 把 shirt 其中的字母 H 改成 K 构成 skirt， skirt， 这是指女生穿的裙子。好了，我们这就谈到下半身了。下半身的装束，女生要穿裙子 skirt，而男孩子呢要穿长裤 trousers， trousers， 这个词摩擦音很重，听我来读 trousers。 一条裤子是两个腿儿，那就是 a pair of trousers， a pair of trousers。 最后，所有人的脚上都要穿上袜子 sock， sock。 你们看 sock 它是指套在脚上的袜子，而足球这个词Soccer 也含有 S-O-C 这三个字母，两者的发音比较相像。 Sock 袜子， Soccer 足球，足球运动员脚上的运动袜是很长的，这样呢，你们就可以记住两者之间的联系了。现在呢，我们另起炉灶，换一组词来讲。首先是 Concludeconclude 这个词，前缀 con 它是完全的意思，而词根 clud 这是关闭的意思，加一个动词后缀 e， 看来这一定是一个动词了。做一项调查，最后呢用一种定论来强调这次调查的内容，同时宣告结束这次工作，把调查的大门完全关闭，这就是conclude， 意思是结束了，终止了，推论。conclude 它的名词呢是 conclusion， conclusion， 这里的词根 clus 它和 clud 是一样的，都表示关闭，而 sion 是名词后缀，它读作 gen， conclusion 就是结论，推论。我们每次开一个研讨会，最后全都要通过分析问题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 draw a conclusion， draw a conclusion。 下面给 clud 这个词根加一个前缀 ex， ex， 以及动词后缀 e 构成 exclude， exclude， ex 它是指向外，而 clude 表示关上。我们俩人在分蛋糕吃，我突然把你一把推出门外，然后把大门狠狠地关上了。
你可能会大声疾呼：“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exclude 它就是排除在外，排斥。它的形容词形式呢是 exclusive。exclusive 这里的词根 clus 表示关闭， ive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我把你推出门去，我自己独享这块蛋糕，这就是 exclusive 的含义，排外的，独享的。大家在生活中一定不要那么自私，有了好东西呢，一定要给好朋友一起分享，因为你的朋友给你的帮助很多，你的每一点点进步都包含着你周围所有朋友对你的鼓励和支持。包含就是 include， include 这个词是 exclude 的反义词，大家看前缀 in 表示在里面，进入其中，而具有关闭这个意思的 clud 词根又一次出现了，让门外的人进来再关上门，于是呢，你们就成了一家人，这个人就被你们包含包括进来了，这就是 include。 include 以及 involve， 很多人总是搞不清楚这两个词的意思。 involve 包括涉及，它表示的是涉及到了这个东西和主体是因为有某种联系而被包括进去的，而 include 它只是强调被包括进去了，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但是不一定和主体有什么联系。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既然 clud 表示的是关闭，那么关闭这个动词在英语里是怎么说呢？是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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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经营不善，倒闭了，就是 close down， close down。Close 还可以做形容词，表示接近的、亲密的。例如 ，Linda、Miranda 还有我都是亲密的好朋友。Linda、Miranda and Taylor are close friends. Linda、Miranda and Taylor are close friends. 另外还有 closely， closely 这个词呢是 close 它的副词形式 ，ly 这就是一个副词后缀了。亲密的，很接近的，比如我住的离学校非常近，我就说 I live closely to school， I live closely to school。 还有一个词 enclose， enclose 这里呢 en 是一个表示使动的前缀，就是说使你怎么怎么样，而 close 关上， enclose 就解释为围住，把它圈起来，比如这道墙把足球场给围了起来， The football field is enclosed by the wall. The football field is enclosed by the wall. 好了，其实呢，生活中你也许听到别人说过这句话，就是 Shut up your mouth. Shut up your mouth. 这里呢 shut， S-H-U-T它也是关闭的意思，是 close 的同义词。 shut up 它就是指关上，闭上，但是 shut up 它是非常不礼貌的说法，一般都是指一个人在非常气愤以及无法忍受的时候才脱口而出的。你们在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好，今天讲了服装 clothes 还有 clothing， 让大家当了一次小裁缝，了解了人身上从上到下各种服饰的说法。接着我们从词根 CLUD 引出了结束 conclude and conclusion， 排除在外 exclude， 包含在内 include， 还有关闭 close and shut， 以及圈住 enclose。 现在呢，我也该 shut up my mouth and close our class， shut upMy mouth and close our class. 我要闭上嘴，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大家轻松一下。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欢迎大家收看英语单词立体记忆，我是 Miranda。 我呢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的人，特别喜欢喝 black coffee， 就是不加糖也不加牛奶的咖啡，苦苦的。你们当中有的人肯定会说口味好怪哦，其实喝咖啡喝的就是一种心情。下面呢就来我开的这家小咖啡店 Cafe， 一边品咖啡 A cup of coffee， 一边和我学学单词。 CAF 这个词根就是咖啡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说的咖啡店和咖啡里面都有 CAF 这个词根。先来看咖啡店 Cafe， 这是一个开音节词，因为以元音字母 E 结尾。可是为什么不念成 cave 而念成 cafe 呢？因为这个词啊是来源于意大利语 caffe， 所以呢尽管单词的拼写改变了，读音却仍然保留了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两遍 cafe cafe， that's alright。 除了是咖啡馆，小餐厅也可以用 cafe， 但是如果在英国你走进一家 cafe， 你千万别指望能喝到酒，因为在英国这类餐馆通常是不供应酒类的。 cafe 咖啡馆肯定是要卖咖啡 coffee 的了，字母 ee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e， 所以 coffee 应该这样来念 coffee coffee。 我们平时喝的雀巢咖啡呢都是一种速溶咖啡，英语中应该这样来说 instant coffeeInstant coffee。 这种速溶咖啡是来源于咖啡豆，怎么说呢？ The coffee bean， The coffee bean， B-E-A-N 是豆子的意思，所以呢 coffee bean 就是咖啡豆。豆子都是长在咖啡树上的，对吗？那么咖啡树就应该是 The coffee tree， The coffee tree， 树。然后呢把豆子摘下来磨成咖啡，放在炉子上去煮，煮咖啡就是 make the coffee， make the coffee。 接着我们加入一点点牛奶，就可以端上一杯香浓可口的牛奶咖啡， a cup of coffee with milk， a cup of coffee with milk。 你听的是不是已经流口水了？咖啡呢有很多种，最为珍贵的要数蓝山咖啡，因为它是产在西印度群岛牙买加的高山上，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不菲。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组词就是要从辨认、认识、认出开始，这个单词是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recognize， 词根 c-o-g-n 是知道的意思，前缀 r-e 表示又一次，再怎么怎么样，而 i-z-e 是动词后缀，组合在一起 recognize 不就是表示再次知道什么什么？好像还是蛮难理解的，我来打个比方，你听好了。你呢和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再次相逢，你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认出他来，他就是某某某。也就是说，当你认出他是你的好朋友的时候，是再一次认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是 recognize。 OK，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I recognized her by her charming lips， I recognized her by her charming lips。 Lip 是嘴唇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我是通过她那迷人的嘴唇才认出她的。 A beautiful girl，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Recognize 是一个动词，它的名词形式就是把词尾的 ze 去掉，然后呢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tion， 变成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承认、公认、赏识的意思。 He wants to win the recognition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He wants to win the recognition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就是他想在医学领域中得到承认。接下来我们今天学的第三组词是和殖民地有关系，
词根 colon 是殖民地，在它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y， 组成 colony， 就是殖民地、侨居地的意思。而殖民地的居民就是 colonist， colonist， 因为 colon 这个词根呢表示殖民地，而 ist 是名词后缀，表示什么什么人，所以 colonist 就是殖民地的居民，开拓殖民地的人。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组词呢，是和 come C-O-M 走近、临近有关系。先来看看 come， 它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动词，表示来、来到、出现。如果在它的后面，在它的后面加上一系列的介词，就可以组成许多非常有用的词组。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 number one， come about， come about， a b o u t 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意思，而 come about 这个词组呢，意思是发生、产生。来看看这个例子 ，How did this accident come about？ How did this accident come about？ 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Next one， 下一个 ，come around， come around， around 是在什么什么周围、附近的意思。如果你有一天出去逛街，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个朋友家的附近，所以呢，你就顺便进去看望了他。因此 ，come around 的意思就是顺便来访。有这么一句客套话，我们是经常来说的，务必抽空来坐坐，务必抽空来坐坐。英语中就要用到 come around， 怎么说 ？Do come around and see us sometime。Do come around and see us sometime. Do 在这里表示强调，就是务必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在 come 后面加上 through， through 是穿过，穿过什么什么东西叫做 through。如果我们设法从滔滔江水当中穿过，然后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就可以说 We managed to come through the flood.We managed to come through the flood， 所以 come through 的意思就是经历什么什么，还活着，安然度过。最后一个和 come 有关的词组是 come up to， up up 的意思是向上，而 to 是到达，所以向上到达这个地方 come up to 就是比得上、达到什么什么的标准的意思。来看这个例句 ，Their work did not com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Their work did not com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他们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Come 是来到，那如果钱 money 来到了你的手里，你一定会非常高兴。所以在 come 的前面加上 in， 构成 income，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你的收入、收益、净款。所以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双方都有工作，那么这个家庭就有着两份收入。这个句子就是 This is the family with two incomes. This is the family with two incomes. 一个家庭两份收入，很殷实。那我们在 come 的前面加上 out， out 是出来，你看出来的东西 come out 不就是什么什么结果，所以呢Outcome 就是结果的意思。 What was the outcome of your meeting? What was the outcome of your meeting? 你们会晤的结果是什么？下面呢，我们再把 out 换成 be， be 组成 become。 Become 的意思是成为、变成，因为 be 这个词缀的意思呢，就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She became a doctor. She became a doctor. 她成了一名医生。Become， 这是它的用法。最后一个和 come 有关的词是 overcome. Overcome，
over 表示在什么什么上面，那来到这里并且占了上风，就是战胜的意思。Overcome 的意思就是战胜、克服。Overcome a bad habit. Overcome a bad habit. 克服坏习惯。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必定会胜利。是啊，我们必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学会了这样一串单词。在咖啡店里 cafe, 喝咖啡就是 coffee。那认出、承认就是 recognize 和 recognition, 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殖民地叫做 colony, 而住在那里的人民就是 colonist。接着我们学会了用 come 来表示来，那 come about 就是产生。Come around, 顺便来访。Come through, 安然度过。而最后 come up to, 就是比得上、达到的意思。接着我们在 come 的前面加了一些前缀，分别构成 become, 变成。Income 是我们的收入，而 outcome 是结果。最后一个 overcome, 战胜。时间过得真快，又该结束了，那就下次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Hello, 大家好，又见到 Linda 了，你们都还好吗？ How are you? 刚才 Miranda 告诉我说他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说我正相反，我喜欢细雨绵绵的日子。我们经常需要表达跟别人不同的意见，那么正相反在英语里怎么说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组词根 contrary, count, 还有 counter, 它们都表示相反、对立的意思。首先看这个单词 contrary,C-O-N-T-R-A-R-Y, contrary, 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都跟我练习一遍吧。 contrary, 它含有表示相反的意思的词根 contrary, 再在后面加上 R-Y 的形容词或名词后缀，整个单词 contrary 的意思就是相反的。用作名词呢，就是反面。回到刚才和 Miranda 聊天气的例子，当她说喜欢晴天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On the contrary, I like raining days. On the contrary, I like raining days. 意思就是说正相反，我喜欢的是下雨的日子。注意到了吗？当我们表示正相反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在 contrary 前面用了一个on, on, on the contrary,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正相反。词组 to the contrary, 意思也是相反的，不过它多用于一个句子的句尾，更多的是在加强语气，而且中间的定冠词 the 是不能够省略的。例如我说，我将星期一来，除非你写信叫我别来。用英语说就是 I will come on Monday unless you write to the contrary. I will come on Monday unless you write to the contrary.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含有词根 control 的单词 contrast, C-O-N-T-R-A-S-T, contrast. 第二个音节中的元音字母 A 发 R 的音，这个单词在 control 后面加上了 st 词根，表示站立。那么站立着的对立面应该就是与什么形成对立，所以单词 contrast 意思就是对比、对照。注意当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读作 contrast 的时候，单词就变成了一个动词，意思是与什么什么形成对比、对照。当我们使用 contrast 这个单词的时候，要注意用这个结构 in contrast with 或者 in contrast to, 意思就是与什么什么形成对比。例如
His white hair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his dark skin. His white hair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his dark skin. 意思是说，他的白发与他的黑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注意 ，in contrast to 或者 in contrast with 就是与什么什么形成对比的意思。再来看这个单词 ，country， C O U N T R Y， country。我们看到这个单词中含有表示反、对立的词根 count， 在这个词根后面加上 ry 名词后缀，字母组合 o u 在这里读啊，整个单词读作 country。我们一起练习一遍 country。好的。Country 的意思是国家，那么国家跟相反、相对有什么联系呢？我们不妨这样记忆，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一片土地，所以一个表示相反、相对的词根 count 之后加上名词后缀 ry 就表示国家。另外一个词 county 是在 count 这个词根之后加上一个名词后缀Why? 它也表示相对独立的土地，具体的意思在英国指郡，在美国指县。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表示相反的词根 counter,counter, counter, 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就是相反的、对立的，用作动词就是反对、还击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 counter 之前加上 en 前缀加强语气，整个单词 encounter 就是表示遭遇、相遇，用作名词就是遭遇战的意思。例如这个句子 The process is not the road itself, but rather the attitudes and feelings people have as they encounter new experiences and unexpected obstacles. The process is not the road itself, but rather the attitudes and feelings people have as they encounter new experiences and unexpected obstacles. 意思就是说，成长的过程不在于道路本身，而在于当遭遇新的状况和出乎意料的坎坷的时候，人们所能够采取的态度和表现出来的情感。在这里，新的情况和出乎意料的坎坷都是遭遇的，所以我们用 encounter。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谈论了相反这个意思怎么表达，我们接触了三个表示相反的意思的词根，首先是 control， 跟它有关的词我们知道了 contrary、contrast 都表示相反，只是在用法上不同，一个是 on the contrary， 一个是 in contrast with 或者 in contrast to。 其次我们学习了带有 count 词根的两个单词 country 和 county， 它们的意思分别是国家和郡、县。最后我们聊了聊词根counter， 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意思是相反的，加上前缀 en 之后 encounter， 意思就是遭遇、遭遇战。今天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我是 Linda， See you next time。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inda。 几天不见，我心里可真想你们啊。哎，且慢，这个心在英语里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跟心有关的词根 cord， cord 和 cour， cord， 它们表示的都是心、核心的意思。首先来看这个单词 corn。C
C-O-R-E, corn. 字母组合 O-R-E 在这里发 or 的音。在这里呢 corn 和词根 cord 是一回事儿，所以 corn 就是核心果核的意思。有一个单词样子跟 corn 差不多是 cord, C-O-R-D, cord, 我们也顺便记了。它的意思是细绳、粗线的意思。下一个单词也含有 cord 这个词根 ，accord, a c c o r d, accord,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跟我一起念 accord。我们看到这个单词是在 cord 这个表示新的词根之前加上了 a c 这个表示向着、朝着的前缀。整个单词连起来 ，accord，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心，向着心，心连着心，自然就是保持一致。所以 accord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保持一致。在使用的时候，这个单词要与 with 连用。比如说，爸爸妈妈相处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就可以说 they live in perfect accord。With each other, they live in perfect accord with each other. 注意要与 with 连用。Accord 还有给予、授予的意思，不过属于非常书面的表达方式。在 accord 后面加上 ance 的名词后缀，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名词 accordance, accordance。注意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它的意思就是一致、和谐。同样的 ，accordance 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和 with 连用。比如这个句子 ：You should pl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rules. You should pl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rules. 意思就是你应该按照新的规则比赛。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 ,according, according, 在符合这个单词 accord 之后加上 ing 的形容词后缀，这个新的形容词 according 就是用来修饰相符的、一致的。比如你的老板经常会对你说 ,you will be praised or criticized according to your performance.You will be praised or criticized according to your performance. 意思就是根据你的工作表现，你将得到相应的表彰或批评。注意到了吗？我们使用 according 这个单词的时候，如果后面加上名词，要跟 to 连用。According to， 如果后面加上的是从句，就要跟 as 连用。According as， 这两个词组。意思都是根据与什么一致的意思。现在再在 according 后面加上 ly 的副词后缀，这个新的单词 accordingly， 意思是与已知的情况一致。从这个角度再深想一层，它就含有因此、所以的意思。同时也可以这样记忆，前面说过 according 就是与什么一致的意思，那么如果是与因果关系一致，就可以理解为因此所以。例如 ，It rains this afternoon. Accordingly, the football match was postponed. It rains this afternoon. Accordingly, the football match was postponed. 今天下午下雨了，所以球赛推迟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 ，record。Record 是在表示新的词根 cord 之前加上了 re 前缀，表示再次的、一再的，那么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重复，就是记录的意思。所以单词 record 就是记录、录音的意思。如果我们把重音挪到第一个音节，单词读作 record， 这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名词。意思是记录、履历、唱片以及案卷的意思。
比如说 ，record music from radio。Record music from radio， 意思就是从广播当中录音乐。那么我们在 record 后面加上 er 的名词后缀，重音后移了，这个单词读作 recorder， r e c o r d e r， recorder。我们知道 er 后缀表示从事什么什么的人或者物，那么这个单词的意思自然就是记录者，录音机。再来看另外一组单词，都含有同样表示新的词根 cour。第一个单词是 courage， courage， 字母组合 ou 在这里读作啊，跟我念 courage， 在词根C-O-U-R 后面加上 A-G-E 的后缀，这个词应该含有雄心万丈的意思，所以单词 courage 的意思就是勇气、胆量。现在在 courage 前面加上 E-N 前缀，我们知道 E-N 前缀表示的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意思，那么 in courage 就是使有勇气、有胆量，所以单词 encourage 就是鼓励。我们在 courage 前面加上 dis 否定前缀，那么不再有勇气了，就是泄气。所以单词 discourage 意思就是使泄气，使失去信心。比如你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赛前你跟你的朋友说 don't discourage me,Just encourage me. I need courage very much. Don't discourage me. Just encourage me. I need courage very much. 意思就是说，请不要让我泄气，鼓励我，我非常需要勇气。怎么样？练熟这个句子，就一起记熟了这三个含有词根 cour 的单词。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谈了谈心，我们聊了一组跟心有关的词根，首先是 cord， 我们学习了果核 core， corn， 同时还有粗绳子 cord， 接下来是 accord， 与什么什么一致 ，according， 根据 ，accordingly， 所以。然后我们了解了词根 cour， 同样表示心。那么单词 courage 表示的就是勇气，相应的 encourage 表示鼓励，而 discourage 表示使泄气。记住了吗？今天就到这儿， Linda 要跟你们说再见啦， See you next time。嘿、hey, 朋友们，又见到你们了，真高兴。前一段时间啊，我们节目的导演晚上失眠了，睡不着，于是我们大家都建议他采用那个最老一套的方法，就是数绵羊 count the sheep， count the sheep。 而且呢，我还告诉导演说，你数得越多呀，就越容易疲劳，这样就越早入睡。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昨天晚上数了多少只绵羊才睡着的呀？他说数了50万只，吓了我一跳，怎么那么多？结果呢，他说我为了多数一点，我每次都是1000只1000只的数的。看来这个数绵羊的方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数绵羊 count the sheep， 数数计算这个词呢是 count， c-o-u-n-t， c-o-u-n-t， 其中的 o-u 读作张口音 ow，count。 常用的短语呢有把什么计算在内， count in， count in。
把什么加起来总计达到多少。Count up, count up。比如说，导演数的绵羊总数达到了50万只。The sheep our director counted count up to 500,000. The sheep our director counted count up to 500,000. 我们在做计算数数的时候啊，都要有一个工作台，那么这就是 counter, counter。给 count 这个词根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er, er, 数钱数东西的地方，柜台工作台，这就是 counter, 或者还指计算器。再看 account 这个词，给 count 这个词根加上 ac 这样一个前缀， ac 表示加强的意思，对计算或者数的结果要做一个强调，那么最好就是把结果记录下来。文字上的东西总是容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本账目，或者呢是表示说明解释，对刚才进行的计算工作做一个说明解释。比如我们说 account for, 说明原因，对某件事情进行解释。还有 take into account, 考虑重视。我们节目的工作人员呀，对于来自观众的建议都非常重视，我们就说 We take the audience suggestion into account. We take the audience suggestion into account. 对于一个社团组织来说，经常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其中花费的开销啊，必须记录得非常清楚，以账目的形式保存下来，否则呢就麻烦了。我们说 One corporation must keep an detailed account of its expense. One corporation must keep an detailed account of its expense. 这里的 corporation 它是指社团、企业、公司。C-O-R-P-O-R 这是一个词根，它表示个体的这个体，社团里的所有人汇聚成一个整体，这就是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给词根 C-O-R-P-O-R 加上了名词后缀 A-T-I-O-N， 而 corporate 是形容词，社团的、法人的，含有表示体的这个词根 corpor， 还有一个形容词后缀 ate。 corporate 的字面意思表示由若干个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那么也就是共同的、社团的。刚才我讲到了表示计算的词根 count， 它本身呢是一个词，数数。这里呢还有一个词根，它跟 count 很像，这个词根就是 court, c-o-u-r-t， 而且 court 本身也可以做一个单词，它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最神圣、最公平的地方是哪儿呢？法院、法庭。其中的 o-u-r 读作 o。 courtroom 是哪儿呢？ court 法庭， room 是房间，法院里的那些房间，对，就是审判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我们说 The courtroom is a serious place. The courtroom is a serious place. 大家看，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电影杂志，叫做《环球银幕》。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本杂志封面上硕大的明星头像，我非常喜欢这样醒目而且精美的封面肖像。我说 I like such beautiful and elegant portrait on the cover very much. I like such beautiful and elegant portrait on the cover very much. Cover 这个词就是表示覆盖这样一个动作，有很多抽象的盖的意思，也可以由 cover 来表示。比如
用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失误，用假象来掩盖事实，都是 cover。做名词的话呢，就是盖子，它等同于 lid 这个词 ，L-I-D。一本书，它是被封皮儿给盖住的。你呢，要是想看里边的内容，就需要像揭盖子一样揭开封皮儿。所以，封面、封皮，它就是 cover。常用的词组有 cover up， 掩盖 ；cover up， 还有 cover over， 淹没。大家想一想，把一个东西的顶全都给完全覆盖住了。那就是把它给淹没了 ，cover over。以 cover 这个词作为词根，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牵出一溜的词来。第一个就是 discover， 这是一个非常动感十足的读音 ，discover， 前缀 dis 是使去掉的意思，那么 cover 呢就是词根盖子，那么 cover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盖子。去掉盖子，使得原来看不到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这就是 discover， 意思是探索、发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探索频道 Discover Channel， 非常美妙的一个英语电视系列节目，可以帮助你呢去探索自然的奥秘。Help you to discover the secret of nature. Help you to discover the secret of nature. 探索它的名词呢，只需要在discover 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y 就可以了。discovery， 再来一个，这就是 recover， 前缀 re 表示重新再来一次。那么词根 cover 又出现了啊，盖子盖上。好了，我们重新把盖子盖上，恢复它正常的状态，这就是 recover， 恢复、重新获得。而 recovery 就是在单词 recover 的后面加一个名词后缀 y， 得到的 recovery 呢是名词恢复收回。我的朋友 Tom 前一段生了大病，现在刚刚恢复，怎么说呢？ Tom has recovered from a disease. Tom has recovered from a disease. 啊，他从那种生病的状态恢复过来了。最后一个呀是 uncover， n 这个前缀表示的是否定的意思，不，去掉。那么词根 cover 盖子，把盖子去掉，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就是我要说的揭开黑幕，揭露事实。对， uncover 就是揭开、揭露的意思。好了，这次呢，一下子给大家引出了四个词根。第一个是 count， 数数。我们介绍了 counter， 柜台 ；account， 一本账目、说明。第二个词根是 corpor， 它表示个体的这个体，构成的单词有 corporate， 法人的、社团的，还有 corporation， 社团、企业、公司。第三个呢是 court。C-O-U-R-T， 这个呢就是那个非常严肃神圣的法庭，而 courtroom 审判庭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最后呢，看我手上的杂志，你就要想起这个封面。遮盖这个词根是 cover， 我们引出的一连串的词有 discover and discovery， 发现、探索，以及它的名词形式，还有 recover and recovery， 恢复，以及它的名词形式。最后一个是 uncover， 揭露。好了，现在你们可能有点眼花缭乱了，那么一定要多读多写，注意分清它们这些词各自的意思。我们来顺藤摸瓜，只有顺着词根来想单词才是最方便的方法。我相信你们的实力，不要让我失望。咱们下次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i， 欢迎回来。
看来大家对于背单词还是很有兴致的，不然怎么又坐到电视机前了？是不是到了现在发现背单词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枯燥呢？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个词根是 craft， C-R-A-F-T， craft 是技艺、技术、手艺。 craft 本身呢也是一个单词，注意这里的字母 A 在这里读长啊。Read after me， 跟我念 craft。Craft， 发音的时间一定要充足。Craft 主要是指手艺、技术、手工业，比如说 the potter's craft， the potter's craft 就是陶瓷业，因为这种行业是一种古老的手工业，就是踩着那种踏板的，做起来呢需要12分的仔细和精心。因此啊，后来像飞船、飞机这样高精度的制品，也用 craft 来表示了。所以概括一下， craft 还有手艺、工艺、飞机、飞船的意思。但是毕竟飞机与普通的手工制品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飞机是飞行在空中，所以呢后来为了以示区分，就在 craft 前面加上 air 这个单词 air。 air 是空中的意思，所以 aircraft 就是专指在空中飞行的东西，飞机、飞行器。那慢慢的，人类对于仅仅在空中飞行就不再满足了，想要飞得更高更远，所以就设计出了可以到太空中飞行的飞行器，宇宙飞船。怎么说？ spacecraft， spacecraft， space， S-P-A-C-E 是指空间。我们常说太空是外层空间，所以说呢，在这种空间中飞行的飞行器就是 spacecraft， spacecraft， 宇宙飞船。我觉得这些制造飞行器的设计师们真是有创造力， they are creative， they are creative。 单词 creative， C-R-E-A-T-I-V-E 的意思就是创造性、有创造力的。那想记住这个单词啊，还得跟我从词根 CRE 一步一步的学起。 CRE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词根，加上 ATE 这个动词后缀组成的单词 create， 就是动词创造、创作的意思。注意字母 E 和字母 A 在词里的发音是各自独立的，因此C-R-E-A-T 这个单词应该这样来念， create， create，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create 所指的创造是有目的的把原材料制成新产品，也指创造出来原来并不存在或者与众不同的事物。所以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世界， God created the world， God created the world。Create 结尾的字母 E 我们把它去掉，加上 IVE 这个形容词后缀，就得到我刚才讲的单词 creative， 还记得吗？对，是有创造力的、创造性的。 They are creative， 他们很有创造力。地球上的生物英语中是 creature， creature。 这里的 URE 是名词后缀，信奉上帝的教徒们认为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而且还创造了万物，所以呢就是 God created the world， God created the world， and God created the creature， God created the creature， 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世界上的万物都要生长，那词根 crease， C-R-E-A-S-E 就含有生长的意思。下面呢我们就在它的前后加加减减变成不同的几个单词。第一个是 decrease， decrease， D-E-C-R-E-A-S-E， 这里前缀 D-E 表示向下，所以向下生长decrease 其实就是负增长、减少、降低。 decrease 的反义词是增加、增长，那就是要往上涨， increase， increase。 这里呢拼写方法就是把 de 换成 in，
IN 其实就是 EN 的变体，意思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那 increase 就是使什么什么增长、增加，所以 increase 意思就是增长、增加。注意 increase 是一个经常会用到的词，通常是指数量、大小、程度的增大或者增长。比如说 Th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from 1.2 million 10 years ago to 1.8 million now. The population have increased from 1.2 million 10 years ago to 1.8 million now. 人口啊，从十年前的120万已经增长到现在的180万。这里指的就是数量增加了 increase。实际上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逐渐慢慢的。所以呢，只要在 increase 的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ing， 就得到表示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意思。这是个形容词，注意加 ing 的时候呢，要把 increase 的结尾字母 e 去掉， increasing， increasing。那如果再在 increasing 的后面加上副词后缀 ly， 得到的副词 increasingly 表示的就是日益、愈加。比如说 increasingly difficul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日益困难。 increasingly popular， increasingly popular， 越来越流行。我们今天学的最后一个词根是 crete， 它也有生长、制造的意思。我们在它的前面加上前缀 con， con 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意思是一起的、共同的。那我们盖房子的时候要用到砖块、钢筋，那是什么东西把它们混在一起，共同制造出了房子呢？对了，是水泥，也叫做混凝土。所以 concrete 的意思就是混凝土， con crete。 造出来的房子当然是实实在在的立在那个地方，所以 concrete 的意思作为形容词来讲还是实在的、有形的。注意到目前为止我读 concrete 的时候，重音都是放在第一个音节 concrete。 那如果我这样来念 concrete concrete， 哎，重音往后移了，在第二个音节，这个时候啊 ，concrete 这个单词就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用混凝土来浇筑，使什么什么凝固。OK，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今天学过的单词。首先是 craft， 手艺、工艺，而 aircraft 就是飞机，天上飞的。比它飞得更远、更高的是 spacecraft， 太空飞船。接着我们说God created the creatures, so he is creative. 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他很有创造性。最后我们学了一系列和生长、制造有关的词，从 decrease 减少开始，它的反义词是 increase 增加。那日益增加形容词就是 increasing， 而 increasingly 就是副词，意思是愈发如何如何。最后一个单词是 concrete， 注意重音不同，词性不同。 concrete 名词，混凝土。 concrete 动词，使什么什么凝固。 That's all today. I'm Miranda, and see you next time. 今天就到这儿，我是 Miranda， 下次再见。 Goodbye.